我们在一起14年了，徐慧敏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张友也不配当我的女婿，上面有爸爸有阿妈，下面还有4个乱拼乱凑的弟弟妹妹，何时才顾得到你？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你能不能把心思放在我身上？一下子文琪，一下子文琳，你什么时候才会把我放在第一位？你明明就在文琪这。为什么骗我说你回家了？你是怀疑我跟文琪？文琪是我妹。我就是想知道你跟你妹在一起有什么好骗的。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敬请准时收看台视频道《一个屋檐下》。